You want some more of these? Minecraft Roblox. 你没有盖屋子。我没有屋子的。不用啊。我有很多东西很好的。我要进入这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 拿这些薄薄的。我在给这哈东西来杀那些人，要杀我。给谁？ 这个啊，来杀那些人要杀我的。哇，这个是拿崩过东西的啊。 你喜欢玩这个呀？没有喜欢。是买的，只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叫这个Bubble Diamond，没有Diamond在这里，有Bubble的。嗯。是哪边的？你跟我过一起玩。我自己有这些东西，我没有买的。像是给你？我自己找的。自己找出来啊？对。 在买命。哦。很难买找的。OK。里面有很多人玩没有？有。然后我这个回来了。你要换人啊？然后换些男生回来。来。 你去卡了，你这里。你，我干嘛叫你啊？这么你一直换了，一直按了，你要先盖什么？你不是自己开不是好咯？有啊。啊。现在有哪个？是啊。有灯了啊？有。还是早上？ 有晚上有早上啊？对。这个 game 是玩什么来的？去找什么东西哦？找那个包包东西。Oh no！ 一个好笑人玩过，是一个YouTuber，只是很好笑的。谁是YouTuber？粉雷哥。不是你咩？黄明耀。哦，你关他起来呀、啊？
帮我自己起来。为什么？但你没有空气耶。我拿到了。你去水下面啊，去做鱼啊，弟弟。不是。哇 ，Roblox。那个人一直站那边给你卡了的，去砍他！看好去哪一边？他逃走了，弟弟，死了啊他！对，他杀人，他这样坏哟！这样坏呀？对呀，杀人哦！然后这些包包都起了。你拿他的东西啊？一个人死了可以升那个拿他的东西啊，弟弟。对，我喜欢拿他的东西。这里也不是黑人的哦，你去砍他，然后拿他的东西。不是拿坏人，然后给去另外一个人了。你砍他，然后你拿那些东西给另外一个人啊。会打字没有？弟弟，你会打字吗？会打 OK 吧了啊？不是，他讲 Can I have that？ 有我，将就我了。哦，然后他讲英文，然后你。会看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弟弟？是没有东西啊？华语讲。你不懂啊？英文你懂，华语不懂啊？